咱的兵，演我星空妙地形。你是台湾的兵，演我星空妙地形。阴阳日月最长生，阴阳日月最长生。可惜天理难分明，可惜天理难。若有真圣鬼谷子，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，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。啊，各位维新正教易经大学第二十六届所有贤士同修，今天109年3月31号，我们在台中道场上课转播道过弘治道场。啊，因为最近以来天温节煞，啊，从国外回到台湾来的，每天都有10-20位的菩萨，他们来到台湾寻找亲友，啊，所以我们响应政府的卫生安全政策，啊，尽可能不要怕走。啊，大家在教室就地的教室来共修上课，所以我就选择在台中道场比较方便。啊，过弘治道场，啊，你们从视讯来上课，万一有不幸，我不会传到你们的身上去。他们不会飞越时空，所以大家尽管放心。啊，今天我看了好多位置空空的，怎么没有来共修上课？那我就从昨天和今天呢，啊，从这网络赖呢看到。读了一些趣味的事，啊，在天上，玉皇大帝也在开会，啊，怎么那个，啊，关圣帝君那没来，那个关圣帝君都发烧，脸红起来。所以他就不敢出来了，发烧，所以脸红红的。所以同学，你再注意，您辛苦毕业了，脸很红的，啊，您得要赶快去，啊，就医去检查。哈，还有这温济公，你怎么来了？他说：“现在啊，众生都不敢去吃宵夜，所以他不敢饮酒，啊，他就有时间来开会。啊，这些都在讲笑话，这嘛是真实的社会问题。千手观音，啊，千手观音怎么他的位置没有来？”千手观音，有的人还在洗手，因为气候太紧急了，还在洗手。啊，那么四面佛那不来，因为他还在制造口，那个口罩欠一点，所以。也不来，啊，这东西呢，虽然是笑话，
一些特别思想有趣味的人啊，也说讲的话，也在凸显着社会问题，人世间的社会问题。好，我爸现在还不来。啊，台湾呢？啊，八仙在台湾八方，国家的天恩，卖入来台湾。啊，这是八仙，因为啊也禅意，啊，这嘛是。虽然是笑话，这嘛是真实的。虽然庚子年这个法会，庚子年的这个天文，啊，老祖出生，运用八卦，乾兑离震，巽坎艮坤，它能量守护台湾。要大家诵经再诵经，鬼谷先师天竺经啊，天公经，这是十方八方守着台湾，上下物极都天都地，合起来是十方，所以台湾这块宝地是最安全。原来哦，世界上其他国家瞧不起台湾，而台湾人民百姓糊里糊涂的一大堆，一直在认为台湾跟不上国外，啊，水准不够水准，所以纷纷的啊迁徙到国外去定居，移民，啊，移民回来了，啊，就哦，都不一样了，讲话气势，走路。行住坐卧，啊，学到国外的人，啊，他们的生活习惯各有不同。台湾人民居住在台湾的纯而且正，啊，那么我们很多善心大德。你就没有移民出去了，就有自卑感。常常有信众大德来请示老祖，啊，说他们要移民好不好？啊，说台湾哪里不好，教育不好，什么都不好。那我就。告诉他们，从知恩、感恩、报恩，冷静去思考。啊，你要出去再出去。所以这个，我们会住在台湾的，好命的就住台湾啦，那歹命的未到台湾啦。哦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。我有一天，啊，你就会应验。啊，我信徒讲老师啊，师父啊，啊，你讲话怎么这样？啊，让我们没有信心。信心就从平常你的自我信念。和智慧开始，祝福各位。
湾黎明，淹没新公庙的血。各位维新贤士，各位死亡善知识，信心从知恩、感恩和报恩来做起是信心。你好命的话，你不会投胎在地球上；你歹运的话，更没有机会投胎在地球上的台湾。所以一些善信大德，我从这方面呢跟他做个参考，到最后不敢迁居啊，认为说台湾对我们太好了，让我们教育，让我们的孩子教育，让我们创业，让我们在这里养大啊，等等的好处太多太多太多了。所以在最近啊，一些信徒不敢面对面来告诉我，用电话向我问好，说感恩师父，谢谢你啊，你提醒我，我才发现台湾太好了。我们居住在台湾的啊，这又是天上的神仙啊，各种的赞叹台湾，感恩台湾。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，你们要移民，你们要占卦，要用意占卦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要说今天要为各位在讲的课。元神、祭神、酬神和用神很重要啊！元神移民啊，卦占出来啊，第一用神就是自己。要望向自己，你望向的话，表示你有这个福报，表示你有这个福气，而你的移民啊，移出去的地方，你可以任你逍遥自在去逍遥。啊，若是用神四爻空破木绝空亡木入木绝破，那你移民出去绝对惨败荣归。惨败荣归耶！啊，这是足足呢，这是天意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用意，啊，一定要看你的用神。用神就四爻自己。得病运
自己的命运，妄想表示你要移民，你有贵人，你出去了会平安，会幸福。若是空亡，你出去了没有立足之地，入墓会死在外面，破会在国外残缺不整，墓穴啊，人家是到那边去了，就是一死在他乡，客死他乡啊，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。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，他的爸爸是我们的老信徒，儿子要移民到美国哪一州啊，他爸爸呢在佛寺关圣帝君呢，宝贝先拔宝宝贵，就到县佛寺来，老祖今年做钱嘛，宝宝贵啊，后来就找到我，我跟他用一张图应爻带破，而且应爻克四爻，这个卦我很清楚啊，这是卯月啊，卦巽为风，巽为风，六冲卦，从亥酉官鬼未巳卯巳爻兄弟。我跟他说应爻官鬼要破，卯月官鬼破啊，你到那边会得怪病，又六冲卦啊，虽然你是四爻很旺，就是你现在很旺是要花钱，兄弟爻、兄弟爻、兄弟爻很旺，巽为风会伤风感冒啊，你不要去啊。他这一位孩子呢，就说：“哎呀，爸爸，你汉叔太迷信了，几支签。”我决定我的一生，我说我依卦而解啊，你去那边，第一地区性无缘，第二对冲六冲六凶，第三应爻的对那边是官鬼多病多灾，第四呢兄弟爻，你伫那边，啊，你会开钱开到七千六平，啊，不信呐，啊，孩子走了，啊，第二个礼拜就到美国去了，结果差一点死在
美国回不来呀、啊！祝福各位。各位微信贤士同修，用义立人天，古德圣人不欺人，天道更不欺人，义道更不欺人。所以这位年轻的学生在台湾虽然研究所毕业了，就要出去了。我说你不要去啦，我研究易经，用易经指点人生几十年，更久一点的就是六七千年。我说你不要去啦。啊，那孩子呢？说现在什么时代了？啊，师父，你这样害我爸爸脱货了。啊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后面的排名的自己去决定。所以回去一个多礼拜了，他就到美国去了。啊，到美国过了没有多久，开始伤风感冒。啊，这个感冒呢，非常严重，四肢瘫痪，动弹不得。所以他爸爸、妈妈就到仙佛寺来，将情形告诉我。我说你赶快去看他。啊，去带他回来台湾，所以爸爸妈妈当然爱如心切嘛。第二天他就到美国去了，结果带回来是什么呢？带回来是孩子的啊，灵牌回不来了啊，所以他爸爸妈妈也是很看得开啊。老祖告诉我啊，这出去呢凶多吉少啊，去求关圣帝君也是凶多吉少，求佛也是凶多吉少，偏偏孩子读了一卷书《杨墨水》，就以为一个人想搞啊，所以我们各位维新弟子，那拢有囡仔啊，伊若要做任何代志，你一定要用意，一定要用意。我们沾子孙啊外啊外游的话啊，第一子孙爱妄想则吉，只剩下妄想的人莫待机。第二，只剩下啊不宜常不宜常，你藏起来
见不到祖孙了，表示小孩子出去也怕不见你啊。啊，第三，祖孙了，空破梦绝啊，大凶会有横祸，空破木绝会有横祸啊。第四，子孙了，化退神啊，半途而废，半途而毁。这是《易经》的啊最高境界啊，在第五，父母爻动克祖孙大凶，会有灾，有灾厄。父母爻动了啊，会克祖孙爻。第六，兄弟爻动，他破财，换小人，换消人。啊，第七，官鬼爻动，有官灾啊，健康有问题，病危啊。在第八，祖孙了，空亡啊，有去无回。有去无回啊，人去了，孩子会糊里糊涂啊。以上这一些基本的原则，各位同修你们要注意，要学习啊，那你们就能够趋吉避凶，转危为安。求准不如求己，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。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；大家学易经，做事工作可顺心呐、啊。啊，这个真理，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好好来应用，趋吉避凶啊！祝福各位。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，我们的教育体制
是社会的和谐和平安。啊，曾经教育部啊副部长某某先生，有一天他问我说：“混莲师傅，人家在台湾现在大学都在收摊子，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冒这个险来开大学办大学教育啊？啊，现在是少子化。”我笑一笑，报告市长，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啊，太不慈悲啊！你知道现在很多在牢狱之灾的，大部分都是高等学历的学生毕业之后患上牢狱之灾，倒了倒，跑的跑，败的败，退的退，趴着趴。那国家教育体制难道不知道吗？他说没有办法，那个的没有办法。我说做错了，这是你们逃避责任啊。所以我要决定要创办的易经大学，社会终身学习的教育体制，啊，一个人平安一家好，两个平安家家好，三个平安社会大家都好。所以我尊天法旨，将中华文化道统7350多年的岁月历史文化珍贵文化用在当下性，让学生有缘的人学到，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再帮助他人，我们社会国家就会更加的有福分。所以这一位处长啊，他没有想到啊，我们所看到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董事们的用心，把社会看成大家共同的，而不是在那边计较谁是谁非，计较物竞天择。我们该要将良心办好，良心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道统，让所有学生在未来社会上、事业上、家庭上都能够心安的过着平安的日子。所以我跟这一位市长报告了我说我讲话比较没有涵养，但是我办的政府官员不愿意做，我做的政府官员更不愿意做啊，这一些我们国家社会人世间的
烦恼一大堆啊，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们，我们大家要古至今用，古至今用这四个字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鬼谷文化学会，我们会长杨吉东杨校长啊，也一直在努力的推广鬼谷文化的古至今用啊，希望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将古德圣人的智慧现在来用，古至今用，这是天下太平。天下太平之道，这个古至今用，就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，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，咱大家都社会人，都有子女，咱做阿公阿嬷，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社会的变相，社会的变态，社会的现象啊，在那边物竞天择，相互的摧残、挑逗、竞争，但是我们追根溯源，追根溯源，古至今用，追根溯源，大家学易经，这样的话我相信家家户户的平安，社会都和谐啊，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超越世间的心学方式，在提升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，我们应该做的，我们没有功德可言，我们只能够用心来办好教育，古至今用。所以古至今用就是人生元神，人生的元神，那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，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，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，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啊，祝福各位。学习台湾黎明圆满成功妙地维新贤士，各位诸王善知识，人生在世就是要有贵人，没有贵人的话啊，我们人一生一定会很不如意啊。元神就是元神，
如何找到元神，找到贵人，你有贵人百事亨，你没找不到贵人处处碰壁。那么你要找到贵人，首先要当人的贵人，做人的贵人。你做人的贵人，贵人自然会来相生啊，这一遍一定的道理。我们太极，胸脏带着太极，啊，我们要找人生就是贵人。啊，你首先你要当人的贵人，不要凡事只求别人帮你忙，你要先帮别人的忙。在很久以前呢，我们曾经一位老信徒到仙佛寺找我，他说：“老师啊，上天太不公平，神佛太不公平啊，我找不到贵人。”我讲：“哎，某某先生啊，啊你呢，从来没有想要当人的贵人呢，当然都没人会做你的贵人嘛。强子愣住了，我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当人的贵人？我你一生从你的命卦里面，啊，你一生，你的元神啊，无常，啊，你的一生只顾自己，不顾他人的死活，当然人家不会理你嘛。说你哪里有贵人呢？一个人我一嘴舒服，都说我很好的呢，我胡说八道啦，舒服会安慰你而已啊，不像我这个舒服呢，我没有安慰你，把你的缺点讲出来，你一毛不拔的啊，拿到一毛钱都往口袋里面越陷越深啊，人家要做一些公益事业，相互的扶持，你也另受寒山，那你哪里有贵人？所以这位先生呢，他跟我说：“师父，你骂得好啊，我确实是你所讲的这样。”啊，我说我讲的，我不要你来夸奖我真准。那我讲的真准呢，我得害死你。讲我，你也讲我才知影，我真吝啬，一毛不拔，敢那想社会大家对我好。啊，没有想到我如何来帮助别人，我这就是你失败的所在。你回去尽量去找社会公益可以做的，尽量去帮忙，反正你也用在那里用啊，那么他就
哎，回去了，参加了长青老人这个社工服务，啊，尽量做。经过半年后，啊，带了一票十几个，一真好的朋友真大丁，啊，来拜老祖，说他悟了，终于找到贵人了。所以贵人都是要先做人的贵人，人家会做你的贵人呐、啊。你若唔先做人的贵人呐、啊，你要得有贵人，迄是真困难。啊，这是一个实例。啊，所以《易经》不离生活，生活不离相对待，相对待啊不离一个爱，相亲相扶，相互的帮忙。像我们圆融法师啊，虽然他是当高级警官退休了，还没退休以前，他就铺了很长远的康庄大道，而帮助有缘的人，帮助失意的家庭，而帮助一些年轻失意的年轻人，用心而来做起。所以他还没退休，就已经帮助了无数的家庭的和谐，帮助了无数的事业，啊，他们的成功了。这个都是我们维新正教所有维新贤士的同修。虽然是易经，但是易经大无其外，细无其内啊。所以我今天我们在这里上课啊，也跟各位提醒，时时刻刻都可以做人的贵人，你才会找到贵人啊！你不做人的贵人，人家的贵人，人家就不会来当我们的贵人。这个相互的关爱，相互的体谅，这是道的最上禅啊！祝福各位。